可是我的肥肉交给你帮我解决了好吗 ？OK， 你放心。你确定会把我放在对的地方吗？嗯，会。不要起来变猪头。和女病患拍影片宣传，她就是李靖娘医美诊所内的抽脂王牌刘家正，专长雷射溶脂、割缝双眼皮，更是为水球减肥法的第一把交椅。纵观诊所内其他医师，一字排开，男的帅，女的美。副院长张格章专长削骨下巴延长，张丰瑞专长蜜桃隆乳卧蚕电眼整形，唯一女医师方颖涵擅长私密处整形，而陈世汉专攻提眉拉皮。而这票医生除了刘家正外，包含李靖郎在内，都曾是荣总帮。李靖良2007年开设医美诊所，名气大，手术费用至少万元起跳，像给刘家正水刀抽脂差不多要6-7万起，给李靖良韩式隆鼻约13万，外界估算李靖良光靠隆鼻每个月进账200万以上。诊所的部分我们就不做回应啊。诊所名气大，但摊开过去医疗纠纷，2009年就曾被病患指控卫生局还没核准下果冻细胶丰胸手术就先偷跑，2010年也有病患指控隆鼻手术后鼻子发炎，细胶还穿过皮肤，诊所名气大，但争议也不少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